今天的活动展开序幕，首先就是由我们的高雄市河滨国小的手风琴社先为大家带来的三首曲目，第一首《心之颂》，第二首《鸟之颂》，第三首《森林的少女》，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河滨国小手风琴队。接下来接着鸟之颂。森林的少女。We'll be right back.
谢谢我们的大师和英国小的小钢琴的表演。谢谢这个和平国小是由我们的杨国新老师长期在和平国小在训练我们的手工琴社的小朋友。那在我们这也是我们教育部的教育优先区发展学校特色的经费所成立的一支特色团队。